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重波和助波。我们拿空气柱来做一个例子啊，在空气柱里头传播的助波和传播的行进波，因为它的不管是位移波还是压力波还是密度波，它的波函数都跟我们以前讲的横波的波函数呢是很类似。好，那么在空气柱里面呢，如果有一个，我们现在讲空气柱，我们分成两种啊，一种就是两端都是开管的啊，两端都是开管的，像我们中乐器里面的箫，吹箫啊，箫我们称它叫做洞箫，就是你从这一头可以看到那一头去啊，当中是空的，这个是箫啊，这两头都是开管的。好，当这个空气里面的行进波，比如说从这边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因为里头跟外头啊不太一样啊，就是说空气虽然是同一种空气啊，但是里头受这种边界的限制，而外头不受限制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当作是两种介质。好，那么于是这个行进波到这里以后呢，它就一部分的就穿射，一部分就反射。那么反射波跟穿射波跟入射波在这个当中就形成了干涉作用。干涉作用以后啊，如果条件合适的话，那么它这里面会形成这种柱波的形状啊。那像这个就是波节了。这两边呢，靠近开管的这两个尽头啊，因为空气在这个地方它可以自由的震荡啊，因为没有东，因为重波是这样震荡了，没有东西阻挡它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接近于它的波腹，但是不一定是绝对的波腹啊，就是波腹的附近。但是这个地方两个波腹的当中一定有一个波节嘛，那这个一定是一个波节啊，那么就形成柱波啊，形成柱波以后啊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柱波不会跑啊，它就静止在这里啊。那么我们一般的波呢，它是用来传递功，传递功啊，传递能，也可以说它传递功率的啊。可是助波呢它不传递，但是你能量不断的进去以后啊，它就吸收这个能量，本来一般的行进波吸收能量以后它就传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这个不会传，它吸收的能量做什么呢，就增加它的里头的强度啊，强度增加就是它的振幅就会增加了，振幅增加。那横波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们昨天不是看到男高音女高音他唱大声一点啊，频率跟那个玻璃杯自然频率相同的话，玻璃杯就破掉了啊，就说他这个能量让玻璃杯吸收了啊，玻璃杯这个它因为有一个自然频率，它就以自然频率在做共振，那么能量传进去它吸收了这个能量，越吸收越多，那么它振幅越来越大，那玻璃杯很薄的玻璃杯啊，那你这个振幅一大它就破掉了啊。那横波是这样，重波也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助波。好，那么我们看，因为这两段是波节，两个波节构成一个半波长啊，或者两个波幅也构成一个半波长，两个波节当中的距离也是一个半波长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半波长，那一个半波长等于它的这个管开管的长度啊，那么我们再把这个频率，声音的频率
啊、F 乘 lambda 等于 V、啊、F 乘 lambda 这个就是 lambda、啊、乘 F 乘 lambda 等于 V 这个带进去的话，那我们就知道它这种状况的频率、啊、就是 F1 它是第一谐音，也就是它的 fundamental frequency 基频，因为它的长度是 2L、啊、这是基频 OK、啊、那么这种情况呢再复杂一点，就是它像这个最简单是一里头一个波节，如果再复杂一点的话呢，它可能有两个波节，两个波节就是两个波幅当中有两个波节，于是这个就构成什么，构成四个四分之一波长啊，就是说它构成一个波长了，构成一个波长啊，那也就是说 L 这个长度是等于一个波长，那我们就要跟这个取得相同的形态嘛，我们就用这个二分之二 lambda 啊带到这个 frequency 乘上 lambda 等于 v 这个式子里面去，我们就得这样的一个式子。那 F2 就是第二个谐音，照它这样看起来，第二个谐音呢是第一个谐音的两倍。好，再复杂一点，就是这里头有三个波节啊，三个波节的话呢，那么我们看到啊，它的长度它有三个半波长嘛，三个二分之一 lambda， F2 就等于这个值，那它是等于三倍的 F1， 这是第三个谐音。那以此类推啊，那么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说两端皆为开放的共振管，它的谐音系为基频的整数倍，是基频的整数倍， F1 是基频啊， F2 等于两倍的 F1， F2 这、就是 F3 我写错了啊， F3 等于三倍的 F1 等等啊。好，那么另外一种管呢，就是一端是开放的，另外一端呢是封闭的啊，这个像什么，像我们吹的笛子就是这样子，笛子你不能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，它当中会塞了一个东西在那里，那个东西啊你不可以去动它啊，你以为哎呀这怎么塞了一个东西在里面把它掏出来啊，那不行，它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定位它的声音就固定了哈。好，那么我们拿这种来做一个代表，这一端是封闭的，这一端是开放的，于是空气柱在震动的时候啊，从这边传进去的行进波到达这一端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说全部都反射啊，于是在里头就形成柱波的形状啊，因为这一端波可以自由的震荡，所以这段是接近于波幅，但不是真的波幅啊，是不是波幅我们要检测才知道哈、啊、四分之一波长，那这就是四分之一波长，好、啊、那就是 L 整个的管长等于四分之一波长，那我们带到这个 F lambda 等于 V，就得它的第一个谐音，这就是它的基频。好，在这种呢就是说啊，这边还是一个，就是说这个是这边是波节，这边是波幅，这是最简单的形状，那么这个是波节，这个波幅，那我们说你中间还可能会出现一个波节，有这种状况啊，这样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是二分之一波长了，这个是四分之一波长，因此整个长度啊就是四分之三波长啊，我们带到 F lambda 等于 3V 啊， F lambda 等于 V 带进去，它正好是等于什么呢，等于基频的三倍啊，这种呢就是说波幅跟波节当中啊有两个波节，
那这个时候你看这是半个波长，半个波长四分之一波长，那就是四分之五个波长，一个长度等于四，管长四等于四分之五个波长。那么、啊、这个写错，这个怎么弄错，这是 F2 了，这是 F3 了，这个是写 F3， 这是 F5 哈 F5。 那我因为写这个我是把这个东西 copy 下来啊，忘记改了。 F3 这是 F5， F5 等于5倍的 F1， 5倍的 F1。 那就是说它呢，它的谐音啊只有第三个跟第五个，没有第四个，再来就是第七个，没有第六个哈。那于是我们下个结论就是说，一端开放另一端封闭的共振管，它的谐音系为基频的奇数倍啊，这是它的谐音系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个例子啊。这个例子呢，我各位在实验室都做过，应该做过这个实验啊。这是一个漏斗，很大的漏斗，比我画的是要大了，装水。好，那这边这个是一个橡皮管软管，然后就接着这个是一个玻璃管啊，这一段是个玻璃管。好，你把这个软管这一端哈、啊，就是这漏斗的这一端提高，那这个水面就提高，你下降水面就下降，因为这是连通的嘛，两边的水面高度是一样的啊。于是我们就可以控制这一段的长度，这一段就是好像是一个闭管，这一段是开的，这一段是固定的啊，闭管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把一个音叉放在这个闭管的上头，你敲它一下，通常音叉你敲它一下你听不到声音的啊，在震荡它一定要有个东西产生共振，那个声音放大以后你才听得到啊。好，你把它敲一下以后放在这里，你听不到声音。可是你就控制这个高低，让这个水位，比如说水位从上面慢慢慢慢慢慢降降降降到某一个高度，哎，它开始有声音了。那就表示啊，这个地方形成一个驻波，形成一个驻波啊。那么因为它是最简单的一个驻波，最开头的一个啊，因此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它的基频啊，这个驻波。但是不一定咯，因为啊，如果你把它当作四分之一波长，那么这边应该是波负，这个应该是波节。但是我们说过啊，这一端不见得是波负，它只是接近于波负，所以呢，你不能够把这一段当作四分之一波长，它是接近于四分之一波长。好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啊，那我们就再把这个水位啊下降，再下降下降下降，一下降它这声音就听不到了啊，再降下去到某一个高度啊，又听到了，那就是说。啊，这个地方听到水位到这里听到，再下来又听到，那就表示这个是一个波节，这个也是一个波节。那这个波节是固定的，它不像波幅啊，它是在这个管开口的附近，它就是固定这个位置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呢、啊，当作是二分之一波长，你就可以测出波长。测出波长以后呢，啊，那如果你知道声音的速率呢，它每秒330米的话，你就可以求音叉的频率啊。那这是我们先了解它的物理现象。好，现在我们解的时候就先求这个二分之一波长，它是等于 X2 减 X1， 就产生共振时候的这个长度啊，相减。它是等于20个 centimeter。 好，所以波长呢就是40个 centimeter 啊。好，那么
为了求频率啊，那就用这个频率乘上波长等于速度啊，于是频率就等于波速被波长来除。那么我们波速用330公尺每秒的话呢，那么你这个 lambda 要用米，要用公尺了啊，所以我们这个40cm 它就是 0.4 公尺啊，那么算出来呢，这个频率是825个赫兹啊，这个我想你们在实验室应该都做过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就看重波的一种现象啊，我们看这个拍的现象。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，两个频率相同的波在同一个介质里面行进，它在同一个时间在产生于各位置的干涉现象，我们称它叫做空间干涉，就是好像一根绳子啊，两个波同时传播，于是它就形成了啊两个行进波，两个行进波把它加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总波啊。那么这个空间呢，有的地方振幅比较大，有的地方比较小，有的地方振幅等于零等等啊，那这个就叫做空间干涉啊，空间干涉。那么另外有一种啊，像我们以前讲的这个，这就是以前讲的例子了啊，空间好。那么像细旋跟空气柱产生的柱波，就是这种典型的，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有波幅有波节，有的地方是波幅，有的地方是波节，那就是空间干涉啊。那么另外有一种干涉的状况，就是说两个波它的频率啊差那么一点点啊，差个一个赫兹、两个赫兹、三个赫兹啊，不能差太多。那么这两个波呢，行进介质里面同一个位置啊，同一个位置哦。于是这两个波啊，在不同的时间，就说这一秒跟下一秒跟再来的一秒，它的干涉现象会不一样的。有的时候是加强干涉，就是相长干涉；有的时候是相消干涉啊。那么因为发生在同一点，只是时间不同，那么这个叫做时间干涉啊 ，interference in time 啊。好，比如说你晚上在一个教室里面看书，像以前我们念成大都是晚上啊，学校开放一个教室啊，开放好几个教室，因为图书馆不够用啊，那就在教室里面念书，那很安静很安静。那这个顶上的日光灯啊，那个时候不是用这种小日光灯，用这种长的日光灯哈，啊，它不是给你全开啊，为了省电哈，开一盏两盏。开一盏日光灯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它那个日光灯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这个 transformer 哈，变压器会震动啊，你会听到嗡的声音。两个在一起呢啊，你关了这个开那个，那个也是嗡，听起来好像声音都一样，其实它做的时候不会那么刚刚好了，总会有一点点差。好，你两个都开的话，那你就会听到这个声音变成什么呢？嗡嗡嗡，会有一阵一阵的这个哈，就说又等于嗡又停止的时候，那这就是一种拍，好像打拍子一样，嗡嗡嗡拍的现象啊。好，那么这个现象我们怎么解释它呢？啊，我们说假定有两个声波啊 ,S2,S1, 这个是位移波。它的振幅都一样，波长也一样。只是呢频率不一样。啊，波长也一样，但是频率不一样啊。好，那么这两个波，比如说从两个日光灯同时传到你的耳朵里头，那就是那两个日光灯传到你耳朵里头啊，那这个你的耳朵位置是固定的，所以这个波跟这个波
就是不同时间的一种相干，不同时间的一种干涉啊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是某一个定值，我们就当作是零好了，比较好看啊。这个是零，好，那么这个数字就变成 S maximum cosine omega 1t， 这个就变成 maximum S maximum cosine omega 2t。好，我们把这个 omega 1 omega 2改成 2πf 啊， f1 2πf2， 用频率来表示，不是用这个小频率表示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应用重叠原理，这两个波传到耳朵里头加起来就是合成波啊。你把 S maximum 提出来，这两个相加，我们把这个合化机的三角公式带进去，于是这个式子呢就可以画成这个样子啊。哎，啊，画成这样子啊。那我们把这边括弧起来，就是把这个当作一项，后面当作一项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后面这个 F1 加 F2 被二除啊，就等于是这两个频率的平均值。我们说这两个频率差一点点呢，所以它的平均值啊，其实就跟这个频率跟这个频率差不多啊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合成的波的频率啊，其实跟原来这个波的频率差不多，还是那个嗡的声音。啊，还是如果这个是一的话，如果这个前面就是 2S maximum 的话，那就嗡声音比较大而已啊，因为它正负是 2S maximum 啊。啊，两个波重叠在一起，结果这两个依据加法原理啊，画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，看到没有？有的时候振动最大，有的时候呢振动等于零，那这就是波幅啊，这个就是波节啊，就说你在耳朵里听到呢啊，一下子哇好大声，一下子静止嗡没有声音，然后又嗡很大声，然后又变成很小声，变成零啊，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啊，这个式子哈，就说这个是一个平均值了 ，frequency 的平均值跟原来差不多。前面这个呢，我们先这个就是原来两个波啊，那后来形成一个波就是这个，画出来图就是这个哈啊。那现在我们看啊，这个式子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子，这个括弧中括弧里头的量，我们令它叫做 S prime， S prime 那就相当于一个正幅啊。那么后面这一项啊，我们就把 F1 加 F2 被二除当作是 F average 平均正幅，那这个波就是差不多跟原来的声音一样。如果这个是固定的话，那就是嗡持续的啊。但是啊，这 S prime 啊不是定值，它受时间的影响啊，时间的影响，就是说这个是时间轴了，有的时候是零，有的时候最大，有的时候是零，有的时候最大，有的时候是零，所以你听到声音不会是嗡这么平均的，就是嗡嗡嗡嗡的一声就是最大值的地方，没有声音的时候就是这个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 cosine 的函数啊，或者是 sine 的函数，它一个周期里面呢、啊，一个周期里面有两个等于零的值跟两个最大值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两次等于一？ cosine 的话 cosine 零度是一， cosine 它也是一啊。那么它绝对值是一啊。那 cosine 90度是零， cosine 二分之三它也是零啊，啊，那所以说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我们看这个啊，好，余弦函数每一周期有两次最大值与零值，所以在每一个周期里面呢，耳朵可以听到两次最大声，这就是一个周期了，一个波长啊。这如果是 x 周期一个波长，如果这个是 t 的话，这就是一个周期了。一个周期有两个最大值啊，两个最大值 ，OK 啊，有两个最小，有两次，就是两次最大声就对了，两次最大声哈、啊。
那么我们听到了就是嗡嗡，我们就拿这个最大声来当作啊一个标准，嗡嗡就两声，就是一秒钟嗡嗡两声，就是两拍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说像这个周期啊，它的 frequency 是二分之 F1 减 F2， 这就是 frequency 啊。啊，它 frequency 两次，两倍的这个，所以就等于 F1 减 F2， 因此这个拍呢就是什么呢，两个频率差一点点的波，它频率差的绝对值就是拍数啊，就是拍 OK 啊，整个波频率差的绝对值就是拍数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个例题啊，两个一模一样的钢琴弦，长是 0.75 公尺，长度是固定了，频率调在 440Hz， 起初都是 440Hz， 它怎么调，就是把这个琴弦呢旋紧一点，它有一个螺丝啊，旋紧一点啊。好，那么然后呢把其中的一条张力啊调增 1%、啊、1%、哎、那么就是把这个另外一条弦呢旋得更紧一点，那于是这两条弦呢、啊、张力就不一样啊、哦、张力不一样它的频率就不一样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同时敲击这两个弦，这两个弦基频产生的拍数是什么，那这个就是它的基频呢、啊、fundamental frequency V over 2L 这个是 V2 over 2L， 这个是 V1 over 2L。 好，2L 都固定的消掉了，就变成 V2 over V1， 那么弦就是里头的是横坡，横坡、啊、它的这个速度就是根号，就是张力被单位长度的质量来除、啊、还根号 OK、啊、那个 mu 消掉了，就是 S2 of S1 就是两根弦的张力。好，那么我们把 S1 当作是原来这根弦，那 S2 呢它张力要是 S1 的 1% 就增加 1%、啊、那本来是1了、啊、本来就是一倍的 S1， 那这个增加 1% 就是增加 0.10 的 S1， 然后这就是 1.010S1 啊，这个约这个算出来就是 1.005， 就说 F2 啊它是 F1 的 1.005 倍，那就是 F2 等于 1.005 倍的 F1， 两根弦的这个频率不一样了哈，那 F2 是等于这个哈，那么 F1 已经知道是440Hz，那 F2 就是这个值，那它的拍呢就等于这两个差的绝对值，那我们就把大的减小的就好了，442减400，这就是差的绝对值啊，2Hz、啊、所以你可以听到两拍，我们说只能差一点点你听得出来，差太多啊你听不出来啊，一秒钟有10次你就听不出来了啊，要是5次就听不出来了，因为一秒钟嗡嗡还听得出来，嗡就听得不太清楚，嗡5次的话你根本就听不出来啊。啊，这就是一个例子啊。好，接下来要讲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效应叫做 Doppler effect。就说一部汽车迎面而来，好像我们满街都是现在有这个救护车啊，啊，冬天到了特别多，因为心血管疾病的人哈、啊，在冷的时候血管收缩，很容易就会昏倒，或者是啊产生脑充血等等，啊，救护车就来了。你听到救护车
你听了救护车的声音，它不会一致的。他说，迎面而来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大，但从你旁边经过以后呢，声音又越来越小一点啊，就越来越沉，频率越来越小一点。那这种效应是什么呢？就是 Doppler effect。它效应就产生在声源跟听者两个之间有相互运动，就会产生这种效应。因为这种效应蛮长的哈，那我们就下次再。